嗨，咱今晚收听《波多微艺术》，我是静贤。今天给大家介绍就是路线，或者纳高哈，纳高哈。伊开电影搞纠正，哎，我讲安尼对无哈？伊中文名或者林淑照哈，伊是一个老师。原来嘛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，因为要翕部落，哈，也讲伊想那要翕啦。一开始学阿美族的语言，哦，佮即马阿哥咧学伊嘛教伊囡仔，甚至都嘛好嘛共学团来纳高。先给大家用、哦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阿美族的语言咩讲？那爱好，那爱好，那爱好。嗯，我今麦第一华人，真欢喜伫个空中甲大家看袂到，大家来介绍我今麦伫做的代志。嗯，你好，嘿，你好。然后咱今麦咧做的代志哈，咱先讲。一开始因为你也晓讲阿美族语言嘛，吼。嘿。阿美族，伊是算所有原住民内底一种，吼。对。啊，伊语言拢大。上大。嘿。啊，是拢无共嘛？人上侪啦，台湾原住民登记内底上侪。啊，这个语言是每一族拢无相像吗？每一族拢无相像啊。哦。嗯。啊，是有课本咧教吗？即嘛，迄个。原住民委员会有编一挂教材，伫学校有伫教一款，一礼拜伫中学还是小学内底，一礼拜有教一节。嗯。啊，当然我是三十岁以后学，我唔是伫学校学的。嗯哼。哦，你是三十岁以后学的，吼。对对对，三十岁以之前，我主要的语言基础的拢是讲台语。哦。哎。啊，那安尼吼。你是怎樣，因為學台語了後，怎麼想要去說阿美族的語言呢？阿美語啊？因為三十歲的時候呢，命運的帶領來到這個華人。因為我在三十歲之前，都是在台北的生活，對台灣的原住民其實是知道很少。那時候在媒體看到的原住民的新聞，大部分都是一寡无好诶新闻，第一迄阵啊，咱身为一个汉人诶身份，啊嘛会看到一寡新闻，就是原住民伫争取因诶权益诶街头运动，嘛会看到即款新闻，迄阵啊，家己心内就想象三四百年进前，我诶祖先。来到台湾这块土地，那迄阵啊，三四百年之前，应该规个台湾拢是原住民。那我的祖先甲原住民的祖先之间发生了什么代志？演变成我三十岁时阵，咱看到台湾原住民的情况，佮包括即嘛。所以我迄阵啊，感觉真更小。更小来面对原住民。啊，毋过。就是命运的带领啊，来到让我来到花莲港口这熟悉这的阿美族，然后就开始熟悉这的阿美族，开始学原住民的话，因为你对一个真更小的心，然后却开始来到这开始生活，我感觉这正是不是咱所会当安排。我哪够你讲一个？因为咱像讲大部分都在平地吼，咱出事都伫平地啊吼。那种对原住民的新闻啊，讲二十年前，因为负面的啦，想讲哦，就是较会啉啦吼。咱袂。啊，不过以前啊，上正经的新闻就是所谓的雏妓呀。哦，雏妓，嘿。哦，讲话讲袂查某囝。看到这款新闻，你个心内就感觉，为什么咱的社会会变做安呢？什么款的情形会好一个部落？演变成这款的负面的，新闻加负面的生活，咱看到的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这款的代志，哎，对规个整体台湾的发展，加原住民加台湾的关系来看，所以我迄阵啊，会感觉讲，部落的这款情形，这款状况，应该真侪汉人爱负责真大的责任。这个汉
汉人原罪啦。那逛起来就是好像汉人原罪的心情、啊、所以你有迄款汉人的原罪吼，感觉以前对对对对对，感觉这款情形其实是真大部分是汉人造造成的。嗯，所以抱着这款心情，啊，你去翕纪录片、纪录片，吼、哦，对对对。啊，你翕纪录片的时阵。因为这是有沟通的问题嘛，啊不，刚刚有原罪，啊，甲翕片，甲学阿美族语言，嗯，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这款的心情吼，啊，来到这就是，这有一个朋友，嗯，伊是阿美族的，嗯，啊，伊就讲，因部落有一个老头目，嗯，已经90岁啊，啊，伊身上真侪阿美族的文化精神，嗯，若无经记录，嗯哼，都。伊若无去吼，所有伊身上所在的文化知识都诶消失、哦，所以伊邀请我来记录这个老头目。嗯、啊，我讲、嗯、啊，我袂晓，嗯，我袂晓，真的话，我要安怎记录？伊讲无要紧，你做摄影师就好。嗯，啊，若是要问问题，我做导演，我来问问题。嗯哼，我就讲好啊，安尼会使啊，所以就开始记咯。我这个朋友真啊真无闲，嗯哼，伊就讲啊，我今仔你就去记咯。结果我就在边啊拢听无，这个头目在讲什么？安尼，嘿，这款情形我就家己感觉真荒谬啦，就是吼，我听无，对，我听无伊在讲啥，所以我就去问我迄个朋友三句阿弥陀的话，嗯，我讲。上起码我嘛爱知影伊伫创啥物啊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啊，我就叫伊教我三句话。哦，多三句，多三句。上起注音符号写，写谱啊，就是三句，头一句就是讲这是啥物？哦，这是啥物？嗯哼。第二句就是讲你要去倒位，带来住啊技术，我就用注音符号写带来住啊技术，用注音符号这样，安尼拼。第三句就是讲，你今晚要创啥物？密码按技术，我就用注音符号写这三句。啊，大家伊就，这个老大人就讲，哦，这是啥物？伊要创啥物？我就甲写起，其实我嘛听无。我嘛听无，哎，我听无，我就写起记录起。啊，再去问阮朋友，我就是安尼，安尼开始学。因为这老大人90多岁，伊袂晓讲汉语，也袂晓讲台语。嘿，啊，就是为安尼，这个老大人发现，我会晓讲这是啥物，会晓讲你要去倒位，啊，佮会晓讲，你即马要创啥物，所以这个老大人就开始甲我有对话，啊，我就开始记咯，就安尼开始学，就是安尼，安尼有趣味，因为你是为要甲老大人沟通啦，伊90几岁啊，对，因为。我心里渴望要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因为每天都很多部落的人来问他事，有人来叫他说故事，说一些部落的故事，我很渴望知道他到底是在说什么，我觉得是那种渴望，让我想要知道，然后我拍他的时候已经90岁，他是96岁的时候过身，过身之前迄阵啊，我已经成人啦。伊就甲我讲，伊就用阿美话甲我讲，我即卖已经老啊吼，有一寡问题，恁来家己去想。伊讲为什么咱即卖部落的囡仔拢袂晓讲阿美族的话？伊讲我老啊，我袂晓，我无法度想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伊讲为什么吼，咱部落的人吼，嫁予迄款汉人，为什么因的囡仔敢那唔是阿美族？伊专家讲这款问题，因为迄阵啊，迄个整个法还袂改，就是讲重夫嘛，嫁翁就是甲翁同款，伊的囡仔就是属于汉人的族群，唔是阿美族的迄、那个。按个底下的部落老人的想法就讲，为什么伊嫁去啊？伊的囡仔，迄款囡仔唔是阿美族的人？伊感觉真奇怪。第三个问题，伊讲，今麦我真老啊，啊！你看今麦台湾的社会，有日本人，有客人，有汉人，啊！恁家己去想阿美族的人应该是安怎定位？
一直九十多岁的老人，啊，无受什么什么教育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每天这些问题都在他的头脑在想。他在想自己部落的语言在消失的问题，文化在消失的问题，跟那孩子为什么不再属于阿美族的人的问题。这样，这样，来，等一下，我请教你，就是说，如果，因为毕竟那是因为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阿美族，所以他有很深的使命感，他去想这个问题嘛，对啊。而且说，你也总是一个台湾囡仔嘛，吼，对啊。你讲你听了刚刚就有感受的，所以你感觉你爱家里的囡仔嘛，爱讲嘛，爱讲阿美话吗？我来第三当的时阵，实在我的我的翁是阿美族。哦，嗯，因为我的囡仔嘛是阿美族，对，一贯阿美族。嗯哼。对，那我伫摄这个老大人的时阵呢，我感受到这个部落的文化跟人的生活，跟真。真多已经要消失的东西，我自己心里感受很大。然后我那时候也因为拍纪录片的关系，我开始在这里的国校国小教书。我也看到学校里面的孩子，真的是他们所学的东西其实是很否认自己的身份和文化。等一下，学校的孩子伊咧学的物件是安那，也是否认家己的生活咧。因为现在就是拢，拢是讲汉文化的物件，都有改，都无家己的文化，家己的生活，嘛无家己的语言呐、啊。所以，比如讲，伊登去个厝的，厝的人有滴狩猎文化，對啊，好好改，就是讲，要保护自然环境、啊，所以上面是唔对的，唔好的。所以应该学校所教的就是讲，因这款生活就是违反即马的哦，保育哈、哦。嘿，对，违反保育，生态保育，哦、这个是否认家己的文化啊。哦，开始这个真多啊，因够真多。譬如讲，因在学校学的，学语言是国语嘛？对。啊，其实因学国语，甲因的文化实在是差真多。譬如说，咱国语有一朵花、一扇门、一座山安尼的讲法。是。啊，毋过原住民的话内底敢那是一个花，一个门，一个山啊，并没有这种。不，亲像这款朵啊、座啊，啊，所以考试的时阵。因根本就拢袂加晓，伊个单位真单一啦，吼，拢一项尔。对，拢是安尼啊，一两三样。啊，所以考试的时阵，因就考袂晓，就是袂理解啊。啊，唔过，因伫学校就是拢互老师拢会讲因，就是教袂来啊，因就是文化差距啊，就是。他笨，我按你讲，可能对几个老师也较凶。啊，不过其实是文化差距，这语言的问题。好，咱今天现场访问吼是林淑照老师，老师呢，伊的阿咪名或者拿高，好拿高，好。那伊因为是去刚刚。自己做汉人吼，对原住民有不足，所以咧翕纪录片的时阵呢，佮希望讲啊，甲咱只原住民诶，用阿美族的吼，即长老九十外岁会当真正的交流啦吼，所以开始佮先生的关系，伊就开始学阿美语吼，三十岁要佮教家己囡仔吼，所以你即马佮有叫做创立迄个学校，就是迄个阿美语的即个共学员吼，大家做伙学。诶、我请教你吼。那、你问嘛，较实在啦。有人会问你讲，你学这要创啥？学这就是学在家己啊，就敢那学台语同款啊。咱那一个语言吼，咱消失，咱无法度为别种语言来学在家己的文化。啊，所以会晓讲家己的话，真简单的就是爱学在家己啊。会当肯定家己原住民的身份，才学在家己。就敢那台语消失，你敢那从国语会当讲，啊你。你安怎去学习？那消失你家己本来讲的话，就是消失迄个文化。但其实你讲这个，我相信嘛，就是台语吼，
这些母语的使用者也有这种心情，对对对对，说那个语言你怎么会说，大家说台语是有够亲的，你说那个学会要创什么，你如果不会就算了，其实那差很多，会说跟不会说，那个气味逻辑都不相像，不是要创什么，就是熟悉自己，我觉得熟悉自己是教育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如果不够熟悉自己就不爱自己，不爱自己你就没那气力去爱世界啊，爱别人啊，这是很简单的问题，所以像说为自己在学这个阿美语，教自己的小朋友，你几个孩子？我自己有三个孩子，那你都改教阿美语，对，就是因为那个老头母，他对我说的那些事情，所以我你若出事，我就伫厝诶，拢甲伊讲阿美做诶话。那安尼教吼，因为迄个阿美语敢有一个支持系统，讲吼有就是汉伊迄个啥物读本呐、后边那拼音呐、敢好教。我感觉吼，语言上重要就是爱平常时爱讲爱运用。所以因为台湾诶迄个原住民诶话，伊本来就是无文字。对，文字系统，伊迄拼音系统是甲迄个教会学来，即马就是用罗马拼音去拼迄个因平常时讲的话，原住民委员会伊嘛编迄教材，教材是一礼拜伫学校教一摆，安尼课程，我是认为教材是教材啦，平常时那生活无得用吼。根本的袂晓，所以我今仔出事，我就伫厝个甲伊讲阿美做个话，后来阮甲一寡活动个家庭就认为讲，他好嘛是欠即款全阿美个环境，所以阮就想讲，创造一个环境，互囡仔会当规工吼，拢会当听到阿美做个话，安尼伊就感觉生活有法度用，会当运用着。所以，阮就对四年前，四年前开始，差不多即卖有十几个囡仔，而且就是创造一个全部拢讲阿美做个话的环境。好囡仔会当伫遮静静的学会晓讲阿美做个话。所以打造一个讲阿美语，阿美做个话的环境，好囡仔来读吼。就讲这个，因为这个差不多爸爸妈妈跟上来，因是啥物期待？跟你想的同款吗？就是希望囡仔为语言来在找到家己。因为即卖你电视开起，原住民电视台。因為台湾原住民现在登记的就16族，对，你来当听到阿美族的话比例搁较少，台语你搁有啥物？啥物台湾台啊？啥物有诶闽西啊？足侪真侪个通听，对。你母体的环境，当听到家己的语言的电视台已经真少啊。所以整个大环境来讲，大部分拢是讲汉语，讲国语，对，所以阿公阿嬷那囡仔开始去幼儿园啊，读书转来就是，本来伫厝的老弟讲阿美话，可能囡仔去学校转来就开始讲国语，所以有真侪家长因就感觉讲，安尼囡仔孙啊安尼，敢那想早讲国语，因敢那袂，沟通上面就是一个大问题，所以有啊，阮辅导个囡仔，大部分会来个家庭，就是希望伊个囡仔会当讲阿美族个话。安尼哦，好，来咱今仔访问吼，即、這个哪个吼林淑照老师，才为对原住民的亏欠感，跟汉人的原罪吼，去片打，去落拍片，一直教教囡仔，啊个教吼要共学母语共学吼、我问你哦，那安尼哦。一个小朋友啦，吼，我刚刚那小块也要讲，啊，那偌久啊？未晓听，未晓讲吼，礼拜阮家吼，上紧的差不多2个月就会晓。
哦，各位。啊，那较慢的差不多是四个月。嗯哼。哎，还是六个月，伊就全部拢会晓听，会晓讲。嗯哼。因为阮遮提供的，就是伊个全部拢是讲阿美族的环境。嗯哼。所以，嗯，安尼真紧哦，吼。对，差不多两个月就真紧，伊就是会晓。哎、啊，你即马希望讲这个。希望是安那，大家拢会晓讲阿美族的人，拢会晓讲阿美语安尼吗？当然是啊，当然是讲，那愈侪人会当讲这款的言语，安尼，嗯，甲老大人的沟通，想要对老大人遐知的代志，嗯，伊就当听有，伊就知影搁较侪，嗯哼，有关系家己生活文化的代志，嗯哼，更容易跟会当跟老人遐对老人遐学着，更加多的知识安尼。嗯嗯，对，这条语言，这条是沟通哈，然后最主要，其实阿个嘛，这沟通包括是哈，跟咱的时代哈，因这有的物件沟通啊，该传落去哈。对，阿美记别个对老人的知识才会当传下去。来，真正感谢你哈，今天能够这个苏兆老师哈来做。阿美族阿美语的传承工作齁，讲起来是一个台湾新妇或台湾囡仔齁，可是你迄个感觉，但对原住民诶迄个感觉齁，迄个愧疚感，吼你安尼一直坚持到现在，你学阿美语该怎么学啊？久啊？已经二十档啊，哪个的学的？二十档，齁齁，够坚持。好，今天感谢你接受咱的访问，多谢你。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回来。